站在那个树中间，好不好？站在这里来，那个角角那里啊，预备，三。大家好，我叫马雨洁，今年23岁，来自北京，现在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专业。很高兴能够来参加不小姐的电影大赛，来到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愿。希望明天可以表现出最好的自己，谢谢。等一下。咦，大家好，我是莫静。重来，小心啊！那不要在那个树后面，好、哦啊，那个树后面。二，一。大家好，我是莫静，我来自北京。很开心，莫小姐，然后来到美丽的台北，我爱台北。好，来，预备，三、二、一。重来，不行。二，一。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张女士。我有一个很美丽的心事，就是重新做一个中国人。第二次来到宝岛台湾，觉得这里风景最优美，人文气息也特别浓厚，希望。来，预备。好，来 ，OK。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思静，19岁，现在是一名学生。第一次来到宝岛台湾，感觉这里风景非常迷人。我希望这次带给我获得非常好的工作，谢谢大家。好，来，预备。
高兴今天有来自大陆的波波小姐来我这边，来我山庄参访，很高兴。其实呢，我也在大陆了20几年，我是从事这个第一个到大陆开采蓝宝石的，我从事宝石业。现在呢，因为回到台湾呢，就到退隐山林了，可以这样讲，这个卸甲归田了。在台湾种树啦，种水果啦，这边呢就一些朋友来这边度假，很高兴今天有我们大陆来的波波小姐来我们这边，来这边拜访啊，来这边取景，很高兴。有时间欢迎我们大陆的朋友，大陆的朋友有机会的话来台湾可以来我这边。我有种了70几种水果，还有钓鱼池，有射箭场，来这边度假非常好，可以爬山，天气也好，那我等等，快走。虽然咧太阳光诶，阮这拢做工，哎呀，阮这今天非常的高兴，来到这个喜中车董事长这边这个山明水秀这个别墅啊，也感谢我们这个婆婆内衣的婆婆先生啊，创办人陈锦堂董事长率同的这个婆婆小姐，从大陆这个一路上前拔来到这个台湾。那今天非常的荣幸能跟各位人一个聚会看到这么多的美丽的佳丽来这边参访来这边取景觉得非常的高兴看到我们海峡新闻报这个执行长齁来这边采访在这边向各位问候也祝贺明天这个婆婆小姐的选拔各位佳丽现在正在摩拳擦掌的，明天能有很好的成绩的表现，这是我们这个婆婆内衣这么创办人陈锦堂董事长这个精心的一个规划这出了那么多的资金，以及我们新董事长知道我们这个婆婆团队要来临，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装饰，也花了好几百万像做一些舞台啦，一些设施啦哈，所以说对这次的活动，这两位董事长都非常的用心就出钱出力的那我们就像来给他们祝贺而已。谢谢。是呐，你的好听没有？首先我们要感谢海峡新闻报我们本家执行长。还有我们武汉电视台几位辛苦的工作伙伴们，我们这次波波小姐两岸三地的选拔赛经过几天的辛苦这个我们现在来到新竹关西这个我们徐董事长的会馆来，那这个会馆呢是我们徐董事长这个一生在全世界打拼以后回来台湾这边这个一个养老的一个基地，但是呢，这个叫山明水秀的地方，我们能够，我认为说应当是让郭小姐要有一站来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沾沾我们徐董的兄弟的福气，还有让这个这么好的山明水秀呢，用了家里把这个好山好水呈现在所有我们两岸三地的传媒上面。让我们的婆婆产品更具有知名度，让我们所有这个婆婆小姐呢，所有我们的消费者认为说，哎，婆婆小姐这个产品要好，而且呢，在所有的整个的我们在这个整个宣传上面来讲，要让我们感觉说，哎，这个好产品所以到很多基本上很多方面来配合那今天在这个地方呢，我
们是这个明天总决赛之前的一个这个到这个地方来，是一方面啊呼吸新的空气，让家里们呢稍微轻松一下。那做明天的一个总决赛一个冲刺。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让所有家庭还有工作人员呢，一方面这个放松心情，一方面呢把我们产品最美的地方跟我们美丽的山景相辅相成啊，让这个整个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大家开心这个地方啊，把我们整个活动啊推向另外一个高潮。武汉的乡亲啊，大家好啊，大家事事顺利。Hello， 大家好，妮妮好奇 Carrie 身边的这位大帅哥是谁？那先由他给我们武汉的精彩武汉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武汉的乡亲大家好，我是台湾兴阳行有限公司波波小姐的原创厂商啊，我本人姓陈啊，我叫陈锦堂啊，我是负责人、哦、谢谢大家。很好，也就是我们整个波波比赛的主办的领导，对吗？可以这样说啊、领导我从来没有听过啊、没有给他叫过领导，第一次听到你叫领导我很开心。好，我们知道其实波波小姐在台湾卖得非常的好，而且现在在大陆现在也开始有这样的，而且我们拿到的时候，因为我 Terry 先就拿到了波波小姐产品，一看到这个产品非常的喜爱。谢谢谢谢。您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波波小姐它有什么样的功能，或者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波波小姐是我们公司来讲多年研发的一个非常热门的产品。那我们公司来讲，基本上我们大概有12年的时间，我们是，对，我们主要是美国维多利亚秘密的供应商，我们是主要做配件给维多利亚秘密的胸罩，我们是生产一个配件的工厂。那这几年下来呢，我们运用我们的原来的工艺，我们把它组装起来，变成一件全世界最流行的波波小姐最完美的内衣。对，那这个内衣来讲，我们有一件内衣以前叫做 New Bra， New Bra 大概很多人都知道。那 New Bra 这个东西是10年前就流行了，但现在还是很多人必须要用了它，因为他在穿露背露装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产品。对，很多的新娘就是要穿晚礼服的时候，对，就一定要使用这个东西。对，而且我发现这个东西可以三用，对吧？它除了可以贴，它也有这种平常可以普通穿，而且还有隐形带，是这样吗？所以说我以及武汉的那些同事们都超级的喜欢。我们现在这个波波小姐是比 New Bra 更改良的，改良了，对，所有的缺点全部改良过了。那我们的优点，以前的 New Bra 是没有。所以这个产品我们从去年三月一推出以后就火热出来。我们三月份在淘宝上面有200个商家，4月份的时候变成2000个商家，到5月、6月、7月份的时候变成8000个商家，就是不断的扩张，而且非常快。它这个产品我们在淘宝、在天猫、在阿里，还有在那个微信上面都会有卖。对，它是3个月爆红。3个月爆红。对，3个月爆红。那速度超快哦。非常快，变成，所以去年我们那个时候来讲，我们整个生产量来讲，全面市场都缺货。就是一经推出就马上的铺开了。对，抢过热潮。